你是救我孩子啊！他那么小哎，原来那个病患是个逃犯。这个比较严重，先送这一位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好人坏人不是由我们来定义的，我们的工作就是救人。杜尔塞，为什么要救陈冠伦这个人渣？你知道这样对被害者有多残忍吗？你知道吗？啊，成为医生，陈君尧都是你的恩骂。 让你的情绪凌驾在理智之上，这是当医生的大忌，你懂吗？就是因为你，我的孩子才延误病情，没有办法开刀。诊断书说的都没有错，他有什么资格活？因为他一直活在表上的时间，去启动陈医师的时间。